我觉得我站在台上的每一刻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在讲述一段无法直视的历史，其实它有一些沉重。虽然我们希望更多的去寻找那抹光明，但是我觉得在张纯如的身上，他在通过这一件一件的事情给他的积压上，他已经面临了一个崩溃。那么我在台上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他在经历过往的这一切，他不是一个我们塑造出来的古典人物，他就是一个当今当下社会的亲身经历者。那么在台上，我经常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感动。我觉得张纯如他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一个人，而且我们看到了很多纪录片以及书籍，去了解他所要想要为这个民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。那么我觉得在舞台上的时候，我可以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中。其实上在舞台上，我已经不觉得我是在饰演一个角色了，我觉得我就是他。很多舞剧都是以美为前提，这个舞剧他觉得是以真为前提。那么在我们在舞台上的动作表演层面上，也并没有太多的修饰性的动作，只是需要你从心而发，你真正的这一刻感受到了什么，你就这样去做，把我心中的一个情感，把我当下的这一刻表现给大家就好了。